日本呢度係日本，啊，學契哥，啊，富蘭野呢個呢一區啦。然之後呢個呢係首製嘅精品小村啊，所以呢度呢係全部嘅屋仔呢都係小木屋嚟嘅。OK，所以全部都係賣緊嗰啲手工嘅飾品啦。Hello，拜拜。誒，我唔識啦。開始。 嗨，大家好，我系Rachel Lim，我好欢迎，好开心今日咧能够同大家喺呢度咧，要介绍你一个女士啦，系嘅人生咧嘅过程，在未信耶稣之前咧，佢系比较忧虑嘅，比较担忧嘅，对人生冇咩盼望咁咧，好似人活着咧一日过一日冇咩希望啊，但系今日咧我见到佢咧同佢相处咧，觉得佢嘅人生真系充满喜乐。 好美丽一位女士，好敬畏神。咁点解佢会敬畏神呢？我相信因为佢嘅生命经历咗耶稣基督嘅大爱啦。咁呢个时候呢，我要将个时间呢，交俾呢位女士啦，佢就系我哋所认识嘅 Jennifer Fong。系啦，咁就系呢位女士啦，就系 Jennifer Fong啦，我所熟悉嘅今日好充满喜乐。 好充满爱心，同埋好照顾人啦。点解系咁开心呢？我想反问系佢。Jennifer，你未信耶稣之前呢，所想问下你嘅人生系如何嘅呢？可以分享多少俾我哋知嘛？系咯，以前未信主之前呢，比较家庭比较咁冇咁点样讲啊？即系讲冇爱心，冇爱心咁样啦。即是讲爱心。 彼此之间冇嗰个爱喺嗰度啦，少少嘢就好似发脾气咁样啦。但系信咗主之后咧，大家要包容大家咯，跟住咧成个家都好开心咗，好平安咗咯，有盼望咯。咁我想问下你，你所谓嘅家庭冇咁有爱心啦，发脾气啦，咁你嘅家庭会唔会好有即系讲冇咩平安啊，成日都会嘈啊？ 咁而家你又讲信咗主好好喎，咁你系咪觉得呢个神喺你生命中做啲咩嘢呢？因为我觉得你好温柔喎，唔似你所讲嘅会发脾气啦。<笑>我系有发脾气，不过少啦。系我个先生呢，佢发脾气好紧要噶咯。咁你先生而家有冇改变呢？改咗有好多啊，识得冇咁自私咗啦，即系讲。 会做咩都会令回到人哋嘅感受咗啦，每讲一句说话都会识得包容咯。哦，咁、你嘅先生家下系爱主，咁佢嘅脾气冇咁暴躁咗，系咪因为耶稣喺你生命当中改变咗你哋啊？系啊，真系咯，耶稣真系好真噶咯。 即系如果我要同你讲耶稣咧，我觉得咧讲几日几夜都讲唔晒我嘅见证，因为我每一日咧，由我信主到而家系咪，我每一日都经历耶稣嘅同在嘅，知道你感觉到佢真系帮你喺埋一齐嘅。咁如果系咁样样，今日你想向大家讲啲咩说话咧？想传达啲咩信息俾如果听你所讲嘅人咧？系咯，我真系好希望大家能够去。 俾个机会自己去认识下耶稣咯，因为好多人都唔识耶稣，好似我以前都系咁咯，唔识耶稣，所以我嘅家庭搞到一塌糊涂咁样咯，有咩都唔知点样，唔知冇盼望，乜嘢都冇咯，所以我而家想介绍耶稣俾大家认识啦，咁样第日你人哋传福音俾你咧，你都识得去点样去试下俾耶稣一个机会又好，俾自己一个机会又好。
去認識耶穌啦，係咁樣。啊，真係好啊！多謝你 Jennifer， 多謝你，多謝你，感謝主。哇，真係感謝主！我哋嘅神咧，真係好偉大啦，係時時都係在我哋生命中要將好大嘅祝福俾我哋嘅。但係咧，我哋需要咧，敞開我哋嘅心嚟接受佢。就好似正話 Jennifer 所講，我哋要俾自己一個機會啦，俾上帝一個機會啦，嚟進入我哋嘅生命啦。咁如果今日咧，你願意做一個祈禱咧，你開聲同我一齊啦，你就會經歷到一個平安噶啦。就好似 Jennifer 喺嘅家庭未信主之前咧，係比較複雜啦，但係家下咧就好簡單啦，因為點解夫妻關係和好啦，咁啊兒女啦又好好啦，一家大細都好開心啦，咁屋企又有平安又有盼望喎。咁你跟我一齊做一個祈禱啦，好唔好啊 ？OK， 如果係信主嚟講咧，需要咩步驟㗎？或者斬雞燒肉需要冇或者擲日？哦，咁啊唔使，咁唔使。如果信主咧，你需要斬雞咧，呢啲就唔係真神咯，因為真正嘅神咧，愛你嘅神，佢唔需要你付出任何代價。呢個就是我們所謂叫做恩典，你不需要做什麼，只要你願意開口承認，心裡相信，你就可以得著這樣的平安的了。是那要怎樣做呢？如果即要信耶穌，或者怎我生命中有問題有困難的時候，要怎樣幫我呢？哦，很簡單的，你頭一步呢，你一定要來相信他先，因為我們信這個肉眼看不到的上帝呢，是用你的心去領受之後咧，你就會去經歷到佢嘅大愛啦。咁如果你唔可以敞開你嘅心咧，我再同你講幾好咧，你燒雞渾神咧，你都得唔著一個平安嚟嘅，係嘛？所以如果你認同咧，我講一句你又講一句啦，咁樣咧今晚就可以經歷呢位咁偉大嘅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個特別嘅計劃嚟賜俾你噶。咁我講一句你講一句啦，你就講親愛嘅天父主耶穌基督，我今日願意嚟到你嘅面前。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给我经历你的平安，经历你的大爱，而我的人生有一个大的改变，而我的生命是充满盼望的。多谢，感谢主耶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门。OK， 感谢你分咗咩讲啊？到最后系咯，我愿主耶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每日都充满住你哋咯，好嘛？好 ，OK， 多谢晒，拜拜，多谢晒，多谢。下次有呢，我哋一齐去仪式完咗啊！有，好，仲多嘢影啊，系咯，我有，我去仪式完啦，去咗啊，有啊，而家你去边度啊？冇啊，喺入边噶。呢度咧就係一個精品嘅一個地方啦，喺森林裏邊啦。咁而家我喺呢度咧，我真係好感謝上帝啦，去創造呢個大自然啊。咁咧睇到嗰啲樹啦，睇到嗰啲花咧，你都會好感恩啦。點解咧？呢啲全部係上帝嘅創造啊！我哋真係啊，如果離開咗神咧，我哋乜都唔可以做啊。就好似正話 Jennifer 佢所分享噶啦。她的家庭經歷了上帝的介入之後，修補了她和她丈夫的關係，修補了她和她仔女的關係，還有家庭帶來很和諧。那這位上帝真的讓我們看到是使人和好的神，她會修補關係，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我們很多時候不懂得去處理，我們會用我們自己的方法，用我們自己的想法而去判斷一個人。但是当你将你的生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交给他的时候，上帝会将他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原谅包容我们身边的人，而这个爱就会建立在一个家庭里面，就带来和谐了。那上帝就是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因为人犯了罪之后，亚当犯了罪之后，人就失去了这个祝福，就跟神隔开了。但是今天因为我们靠自己没办法能够去活出更好的生命，人呢在这个生当中一定有喜有乐，那我们经历很多事情，但是人的尽头呢就是神的开始了。那今天呢，你在哪个阶段呢？今天你在人生的最丰盛的即是很命令
雙修的日子裡面，或者你經歷低谷，或者是你經歷一些問題，那我鼓勵你，你來親自的來認識一位上帝，就是耶穌基督了。那給耶穌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掌權，你的生命就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這位神呢就是使人和好的上帝，使人充滿愛的神。那我希望你都經歷這份大愛，多謝。OK， 這個 God is good and great 呢現在去到第三集啦。那這個第三集呢就是我請到這個嘉賓呢就是 Jennifer 風啦。剛才你們都聽過她的見證啦。所以說我覺得神真的很愛她啦。從她之前的家庭的問題，其實我們人有時如果是不認識耶穌呢，什麼是一份愛我們都不清楚。所以我覺得從 Jennifer 的見證呢，真的可以看到他們的家人有很大的改變咯。不是因為他們自己或者將過往的東西放低啊，或者是不愛生氣對方啊等等。因為有時候兩公婆真的吵起上來，不是開玩笑的，分分鐘玻璃都爆的，好你知道的啦，現在有些家庭問題。所以說如果是沒有神的愛在他們中間，我覺得很炸甩咯，邊度有今日咁恩愛。所以講我覺得有時人咯，好鍾意靠我哋架機 ，OK？ 又或者我哋鍾意靠人，將睇到老闆或者邊個我哋會靠去以為佢有錢，以為佢幫到我哋，或者係點樣？其實到最尾咧，我覺得靠人靠唔住啊，靠耶穌啦，因為耶穌啊，佢係神，佢了解我哋心中嘅問題。他可以解決我們心中的問題，只要你真心地去跟他禱告，他一定能夠聽到你的禱告，就好像我們這個 Jennifer Fong 這一集一樣。現在你看他的生命是很大的改變的，他的先生呢 Danny 呢都改變很大，以前是脾氣很不好的，現在很恩愛他們，即是兩公婆看到都羨慕隔離所以說如果你生命中有些事你是覺得你操控不到，你解決不到，當你都沒有辦法的時候，為什麼不去嘗試一下打開你的心 來跟耶穌禱告，或者是你跟耶穌說很簡單，你只是跟他說主耶穌我聽到 Johnny 說你是真的神，你是會聽禱告的神，我現在面對在我生命中我面對這樣的問題，我不知道怎樣算，但是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如果你是真神，你聽我禱告，你幫助我，你只需要當主耶穌是你生命中的好朋友，又或者他是你的天上的父親咁所以講他的關係很親密的，總之一句講曬，他愛你咯，他是愛你愛到被釘十字架，你明我講咩冇？即是講有人會咁傻，明明知道自己愛死，或者是會好即係好痛苦嘅一種死法，佢都為開愛你而犧牲佢架機冇。所以講，如果有機會嘅話，你試下了解一下聖經啦，讀一下聖經啦，係一本很好嘅書我冇講過我自己幾好，我今日我都有好多缺點好多唔好嘅嘢中意講粗口啦。所以我都希望耶穌能夠改變我啦所以我會我願意將我的一生交託俾耶穌啦，交在佢嘅手中，因為我好清楚知道佢係真嘅神，佢係愛我同埋愛你哋嘅神，亦都係佢會聽你哋禱告嘅神，只要你真心同佢講，好冇大家，多謝你呢度就係東京嘅銀座啦，忘記同你介紹。所以講好出名嘅呢度，好多賣名牌嘅嘢啦，好高級嘅嘢啦，咩嘢都有嘅。好 right， 我做咩介紹呢度咧？我覺得我第一樣嘢要感謝就係耶穌啦。OK， 因為如果唔係我生命中認識呢個主耶穌，我都唔會咁精彩啦去即係講認識佢之後，可以去美國、韓國好多國家、日本，仲有台灣、香港一路咁入緊嚟。所以我感謝佢啦，佢真係喺我人生幫我開路啦。因為點解我多謝佢呢？我多謝佢唔係因為我幾好人，
而佢應該幫我嘅。我係覺得我係真係唔聽話嘅人，即係講我係一個唔聽話。佢叫我去東，我偏去西，你明我講咩冇？但係咧，咁唔聽話嘅細路咧，神主耶穌佢都會幫我，所以講我真係要感謝佢，因為佢真係好愛我哋同埋愛你。所以我覺得咁好嘅嘢，我好想同你分享啊！即係講呢個咁好嘅啊神，佢係聽禱告嘅啊，所以啊，無論我病都好，我中意同人哋傳福音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知道佢可以改寫好多人嘅一生，以及佢能夠我真係親眼睇到好多好犀利嘅見證。有啲人真係一生人因為毒品而整個人生彎了的，有些人因為家庭就來搞到愛離婚的，有些是欠人二三千萬的，已經是無路可走的，所以說，他們到最後都不愛靠自己的聰明或者頭腦去解決問題，到最後他寧願將他們的投降了，跟耶穌說，耶穌求你幫助我，你指引我生命中，你帶領我的一生，是這麼簡單而已。信耶穌不用乜嘢，只是要你最真的心，因為祂是很愛你的一個神。OK， 多謝大家，希望能夠幫到你啦。拜拜，有機會嚟東京銀座了啦，依度，拜拜。忘记背后，努力
流，有爱为你守候，系紧握每双手，系关心身边所有。邊個？哎呀，我用單手都嚼佢啊！唔係打卡啲啊，唔係打拳頭交啊，打氣嗰種。又哦，唔係打拳頭。佢如果戚到我上嚟咩？我砸自己。你話你咁嘅身形最容易戚。係。唔係我講嘅，你講嘅。Okay. Hi, 大家好，我是 Rachel from Ring International， 我而家喺學界度，想唔想同我一齊嚟啊？勤力啲啦，一齊努力啦！耶！我唔想坐椅，坐椅，坐椅。係。阿叔，幾多錢啊？你啊？6500嘅，跟住我。6500。啊，咩值？唔會蝕。啊 ，no charge， 你講咩 ？No charge。有先，幫我攞兩隻。
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朝近你家乡走。Time.